教室四干部介绍，教室五简报，教室一恭送。以上核报程序是否允当？恭请院长裁示。同党，今天各位，请院长，今天的大力支持和积极，而且也很有成效，依赖经历的过程，能够得到高度提升。但是我们现在变，我们本院跟文化部各位工作伙伴、工作同仁，大家好。今天第一次在所有行政院所属的各部会，我首先先到国防部。我相信我的用意，大家印象非常清楚，因为国防部是国家安全、社会安定最大的一个保证，所以第一步我就把国防部也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。我好几次向吴部长跟谭组长表达我内心的感动。这次我们碰到象神台风，又碰到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空难，真正扮演灾区守护神是谁？我们国军的官员。军法局长刘景安，采购局长陈汉军，主编局长丁鼎，中科院院长陈永武，部长办公室主任张志成，丁家，谢谢大家。简报。国防部简报，急报人部长办公室主任张志成。目录请参阅。依前言，国防部在地院之政策指导下，本确是湖南省规划司省幕僚单位，长以军政司参谋长一人，为部长之军令幕僚以及三军联合作战指挥，设军备局，长以军备事下。此外，配合军政部长参谋总长从部长之命令负责军令事项指挥。目前本部已经编成国防组织规划委员会以及各级的编组，依时程进行组织规划作业以及相关岗位，在三年内完成国防组织再造工程。修正后的国防组织体系条文附件二，未来将与美、日、欧盟一战略考量
及国内经济发展需要，认为美俄罗斯维持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较符合政治利益。在东北亚方面，与日本在历史建立互信合作机制、稳定合作开发政策，进而阻扰我国南下政策的遂行。第二，中共不像在国军新一代的兵力的整建，那目前已经步入预算最高峰的时期。不管是空军、海军，新一代的基建的优势，已发挥了质一样的核子力量。反登陆的武器正被逐渐重获当中，针对当前敌军的威胁，目前尚足以维持平衡状态。是国防良化，完成体制的再造。我想这是一件很重大的工程，被编成国防组织卫生委员会进行组织的规划跟相关努力。最后，我再度的对各位过去的贡献表示最大的肯定跟谢诚之意，并敬祝大家身体健康、精神愉快、国运昌隆，谢谢大家。真的，抱歉，这样子。